三十而立，三十岁的吴磊许下愿望，不论坎坷依旧充满信心，而诸多媒体人球迷也为他送上祝福。包括国内男子演唱组合 RESE 成员也为吴磊发文，吴磊也细心回复一些球迷，回应他们的支持。转眼间吴磊也已经三十岁了，可能职业生涯的巅峰期没几年了，但在吴磊之后，下一个能成为中国足球灵魂人物的人在哪里呢？张玉宁、郭天宇、韦世豪，他们离吴磊的距离还很远很长。